侣秀恩爱撒狗粮的一个好日子。王俊凯也在微博中开始撒狗粮了，他手持一碗真正的狗粮，盘腿而坐，似乎真的要开始撒了。上身穿着一件红色的长袖毛衣，下身穿着一件蓝色牛仔裤，两腿盘在一起席地而坐，光着小脚丫子，手上拿着一碗狗粮，对着狗粮咧嘴而笑，不仅帅气，而且充满了阳光的气息。时而还深情地看着狗粮，似乎在告诉大家，这是我今天的伙食了，大家都不要跟我抢。这画面真的太美，不敢想象，这可是你家拉布拉多的食物呢，你可不要抢它的，不太合适。网友们也纷纷地祝他没有情人的情人节也要快快乐乐的。这个狗粮我接受，要是别的我就不一定接受得了了。虽然很多时候希望你能早点找到自己的幸福，但也有很多时候舍不得你被别人霸占了。有你在的每一天都会是情人节，只是你的这碗狗粮我接受，却不敢先干为敬，你还是还给你。